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与614面啊，614面倒数第六行。614名，倒数第六行，以上二数之说，均专究未已。念道之自然，以前之文句，独见未已。但汉武两也于此下，更有大段经文。广述彼土菩萨功德与刹土者自然最甚，本经才如汇成此品。于是本品经中啊，于念道之自然下，拔见自然而死，如自然严整，自然无为，自然保守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忏悔，自然所潜水，可证自然二字，是具要义。此自然二字，非外道所谓无因之自然，盖法而如是，名为自然也。我们看这一段啊。念老在前面引用的净严书跟会书啊，里面所说的都是这个五种原译本里的未译的啊，就是康僧铠的翻译的本子，说念道之自然，以前的文句是独见未已啊。可是汉译、吴译这两种译本呢，在这个念道之自然以后啊，还有文讲的很多啊。广书彼土菩萨，就是极乐世界这菩萨们的功德与刹土啊，刹土是居住的环境啊，就是极乐世界啊，说的是自然最深。夏老汇集这个本子，把它采取了。魏译里头没有的，但是汉武两种本子有啊，把它汇集在一起啊，所以这一篇当中呢，念到这自然以下还有拔见自然啊。那么说明呢，自然这两个字有很重要的意思啊，这底下为我们解释，此自然二字不是古印度外道所说的自然啊，外道以为无因，这就称自然啊。可是佛法里面这个自然的意思深啊，也是经论里面常讲的法而如是，这叫自然啊。这个意思呢，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这不是人为的啊，本有的。他遇到语言自然就显现啊，这个意思深啊。你比如讲自性什么都没有
可是见性的人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没有见性的人不知道啊。啊，你说慧能大师见性了，他给我们做出的报告，第一个他见到清净，永远没有染污。啊，这是每一个人的真心的，真心是一个，啊，也叫真如，也叫本性，啊，从来没有染住。那么第二个呢？这是不生不灭。第三个是本自具足，那本来就圆满具足。具足什么呢？具足变法界虚空界的一真庄严，它本来具足。不好懂啊，我对于这一句话的时候也用了很长的时间，最后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，想到这个东西。那你看万花筒里面，你拆开来看，里面不就是几张碎纸，不同颜色的？啊，你在这里面转着看它的变化的时候，无量无边，这无量无边从哪里来的？这本自具足，这就这说，这本来具足啊。啊，所以你不动就没有，你一动的时候，你的千变万化啊，这个动的时候就是整个宇宙。哎，自性里的本自具足，但是自性里的很单纯，你就像万花筒一样，非常单纯啊，真的一点没错啊。自性里面本来单纯的是什么东西？见闻觉知，这是性德，这自性有。这一迷了之后，见闻觉知变成什么？变成受想行识。他变成阿赖耶，他变直了啊！那现在我们知道，现在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，那么小这个量子，肉眼是决定看不到的啊，应当是高倍的显微镜上发现这个东西啊，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。念老在这个经文前面引用一句话啊，佛经上常讲的一毛一尘，毛是毛尖端，尘是微尘啊。他怎么说呢？毛尘的微点比毛尘还要小，毛尘的微点，这个微点也许就是现在物理学家发现的量子。它有色受想行识五蕴，这五蕴具足啊。所以五蕴是化而如是啊，这就叫自然。那它不是人为的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那么现在科学家称它做信息啊，色呢称它做物质，受想行识称它为信息啊。它的能力我们电脑比不上，绝对比不上它啊。那么小的东西里头容纳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，全都在里头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微尘里头有宇宙，那个宇宙里头又有微尘，那个微尘里头又有宇宙，重重无尽。中国古人有两句话啊，告诉我们说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这两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？如果
他没有见到这些事实，没有证得这个境界，怎么会想出这么两句话？啊，大，什么叫大？没有外就叫大，有外就不大。什么叫小？有内就不算小，无内是算小。这个小而无内怎么解释？啊，那是华严讲到重重无尽的法界。啊，贤首过师曾经做了一桩事情，大概是当时的皇上听华严经听到这个有疑惑，不能理解。啊，贤首过师很聪明，请皇帝在大殿前面盖个小亭子。啊，那马上就可以建好啊。亭子是八九亭，每一方有八面嘛，每一面摆一个镜子，镜子跟镜子互相照，上头也有一面镜子，下面一面镜子，请皇帝站在当中去看看，他也看到，哦哟，四面八方全是自己，重重无尽，明白吗？这是法而如是啊！啊，即镜子对面，你看到自己的形象重重无尽啊！这不是人造的啊，这也不是无因的。所以，佛法用法而如是代替这个外道所讲的自然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自然呢，就是法而如是，所以自是自性，然清净本然。啊，那么它不生不灭也是本然，它本自具足也是本然，它如如不动也是本然，它能生万法还是本然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能大师见性的时候，这个无据的报告，啊，这无据报告都显示了法而如是。啊，这个经里面所说的自然。啊，所以这才真正把自己找回来了。啊，我们常说的迷失了自信呢，得变成凡夫，再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是真可怜呐，生生世世出不去。啊，在这个里面，最麻烦的事情，谁都不能够避免，冤冤相报。啊，还在拼命在造。啊，造什么？造恩恩怨怨。啊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，都在搞这些东西。啊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啊，这种纠缠，穷年累劫都没办法化解，只有一世比一世复杂。啊，在近代我们看到外国，现在中国也有催眠，从催眠里面呢偷了不少的信息，啊，知道一个人过去生中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催眠前世都还是人身，你仔细观察这些人，这些人是很普通的百姓，啊，没有什么大善，也没有什么大恶，所以他保持生生世世都得人身。如果大善大恶，就变了。大善到天道去了，不是人道了；大恶到三途去了，
也不是人道了。啊，大善大恶就产生大变化，没有什么大善大恶了，哎，就保持着人间。啊，我们看美国卫斯的报告，啊，这是世界上很著名的一个催眠啊催眠术的一位大师。啊，曾经有一个人被他催眠，好像能回到八十几世。啊，回到了三千多年前，啊，那时候住岩洞。啊，一世一世的去把他自己的这些经历叙述出来。啊，那绝对不是编故事，绝对不是骗人的。啊，说明是说明确实有轮回这种事情。确实有果报这种事情。啊，那么这些事情讲得最清楚的最透彻的还是佛经。啊，前几年我在澳洲，我找了三位同学去查大藏经，两个星期吧，把大藏经里面有关于这一些地狱轮回现象的这些文把它抄出来。以后抄出来我们印成一本。啊，我给他提了个名字。注经佛说地狱这个汇集。啊，里面一共是20多种经论。比道家的讲得好。道家这些讲地狱果报讲得很多。因讲的少，佛法里头把因都说出来了，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，啊，这个很难的，啊，所以这些画地狱变相图都没有在佛经里面去参考，因为佛经它散在太多经书里头，啊，不像道家玉历宝钞那就够用了。啊，所以江一子江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是根据玉历宝钞。啊，那佛教里面只有地藏经，这是大家常常看到的。啊，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本子。啊，将来再有人画地狱变相图可以根据佛经，啊，佛所说的注经解要。这些呢，没有一桩不是发而如是。啊，此地所讲的自然。我们再深入一层去观察，即使我们每天所发生的事情，你细心去体会，去观察，也是发而不是啊。啊，这个里头有造作的相，有造作的因，有造作的缘，有造作的果，有造作的报。啊，如果你深入到阿赖耶呢，你就晓得全是发而如是。发而如是里现出一个什么境界呢？清净平等的境界。楞严经里面讲的清净本然。可见自然呢实含自性本然之意。
啊，这是你要深入去观察，你是晓得。啊，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。觉，诸佛境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迷，十法界、六道三途本来也就是这样的。迷的样子，就像万花筒一样，你在转，看里面的这些图案。啊，或者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就更明显。啊，你看，水接近的这些图案，全是从心理上的变化。啊，就是我们心理念头的反应。善念，接近就非常美好；恶念呢，接近就很难看。啊，这是。发而如是啊，没有人去设计，也没有人去施工啊，没有啊，都是自然的啊，而且这个自然千变万化，为什么？你念头在变啊，所以江本博士告诉我，试验了十多年。没有看到两个图案完全相同。我说对，永远不会有两个现象相同。他问我为什么，说念头不一样，前念跟后念不一样，同时爱，爱的程度不一样。啊，他渐渐了解这个道理了。啊，所以无不是自然。自然是无不是刹那生灭的，真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！大般若经上所说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岂不就平等了吗？再复杂的到这个境界里头，万法皆空，清净寂灭，怎么证得的？当下证得的，不是说相没有了你才证得，相在面前就证得了。啊，其实这个事情确实不难懂。我们每天看电视，你看电视画面不就这样的吗？啊，明明在我们眼前，啊，电视的频率。比电视比那个电影就高多少倍了，电影一秒钟24个镜头啊，电视不止啊，这个原理现在大家都知道啊，啊，所以我们看电视比那个胶卷那个电影就更逼真啊，因为那个胶卷那个电影它还震动啊，还看得见它震动的像，电视看不到。那回归到我们现实的这个环境境界里头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秒钟频率是多少啊？1600兆啊！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？啊，什么人看到1600兆这种频率？啊，大乘经里面给我们讲，八地以上，菩萨51个等级，像念书一样，一年级、二年级，51个等级，51年级，啊，最高的5个等级，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这5个位次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再快的东西他看见，再微细的东西他都知道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自信发而如是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一切法确实不可得了。无论是染净
是善恶，是祸福，通通不可得。那么我们如果能契入诸佛菩萨的境界，这是学佛人最后想得到的。啊，你对于整个宇宙事实真相完全了解，通达无碍呀。啊，这个人就叫成佛了。啊，能够契入这个境界的，原教初住菩萨就契入了。啊，契入什么？境界模糊啊，不清楚啊，入的浅不够深，到八地菩萨就清清楚楚了。啊，越往上去就越清楚。啊，初住菩萨虽然模糊不清楚，他认识的是真的，他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这称为法身菩萨。啊，这个人确确实实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像我们现在眼见色耳闻声啊，鼻嗅香舌尘味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法身菩萨。这个难啊，不但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起心动念都没有。啊，佛法里称这种人，要称为真人。啊，中国儒跟道成为圣人，成为智人。啊，这就说明他不是凡人。啊，在佛法里面称他做菩萨，化身菩萨。啊，全部都是法而如是啊，跟我们有密切关系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。啊，所以学佛一定要肯定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佛说的话是真的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他本来是佛，都是啊。啊，只是什么迷了啊，迷了就叫凡夫啊。你什么时候能把迷放下了，你就觉悟了。那迷是什么呢？迷是执着，那就是执着是迷，分别是迷，起心动念是迷。啊，迷了就出现幻象。啊，六道轮回，我们现在境界怎么变的？执着变的，执着是最粗的。最明显的，我们有执着，执着在大乘教称它做见思烦恼。啊，就是你对于一切事现象啊，你看错了，想错了，怎么看错？你认为它都是真有，这就看错了。啊，你看错了，想错了。就把这个境界变成了轮回的现象。啊，如果我们的看法正确了，思想还有偏差，还有错误，啊，看法不错了，三恶道就没有。小天须陀洹就正见呢，我们前面学了八正道啊，八正道前面第一个是正见，第二个是正思维，那就是思想纯正啊，这两个是小乘正的。
啊，什么叫真见？知道身不是我，身见放下了，边见放下了，见取见，戒取戒，这是中国人讲的成见放下了。啊，在于所有不正确的这个见解全部放下，叫邪见放下了。啊，大乘教讲得很清楚，总共88品见惑，你全都断了，正虚陀洹果。啊，小乘一年级。那在大乘呢，华严经上实性菩萨初行为入门了。啊，他没有出六道，但是他在六道的待的时间是有一定的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他就出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他有期限的，我们现在在六道没有期限的。啊，那就是我们的错误见解没有把它转过来呀。啊，虚陀洹转过来了，慢慢向上提升，把错误的想法纠正过来。错误的想法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，好像做梦一样醒了。啊，那么什么时候分别没有了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就十法界不见了，第二次的梦醒。啊，第一次梦醒从六道里的梦醒，第二次梦醒呢是从十法界里的梦醒，十法界不见了，还有第三次，第三次最后的一次是等觉到妙觉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叫生相无明习气，这个东西断掉了，十法界不见，我们讲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也不见了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回到常寂光去了，回归自性。回归自性，我们要问六道十法界一真法界在不在，自性里的有没有，有，本自具足啊，所以他遇到缘能生万法，他又能回来啊，他为什么回来呢？十法界众生有感啊，那个念头一动啊，像电波一样啊，一真法界里面的妙觉如来，他就收到信息，收到信息没有不应的啊，你在任何一道他都现身，都来帮助你，这应化了啊，可见的它应化变现的时候跟你境界完全相同，不同的是，不同的就是它的视线是绝对没有起心动念，不但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没有啊，它什么地方都能有啊，那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可多了，不是这一生呢，生生世世啊，无量无边呢，在十方法界啊，隐身，随类隐身啊，楞严经上讲的，随众生心因所质量，
自己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之处？啊，所以无论现什么身，即使现身在地狱教化众生，像地藏菩萨一样，也是清净本然。啊，众生看菩萨就像众生一样，啊，也得受苦受难，菩萨清净本然。啊，他没起心动念，刚才说了，念起心的习气都没有。啊，化身菩萨也能做到。啊，像极乐世界41位化身菩萨，啊，但是他们应化的时候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带着起心动念的习气。啊，妙觉果位里头不带这个无明的习气，不带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人太多了，他不是3000年前才成佛的。啊，阿弥陀佛也是的。九缘界已经成佛了。他是来表演的，是来应化的。在我们世间表演，哦呦，好像拔相成道了。啊，那唱戏舞台表演的，不是真的。那八相成道，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有没有带着起心动念习气？也没有。啊，我们现在了解这一点了。啊，承认这一点，对这个不怀疑了。啊，他确实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表演的那么自然，就是此地讲的发而入世，表演那么逼真，啊，那么自然，啊，这个境界是大乘教里面说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啊，我们通常讲华严境界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自然确确实实含着自信本然的意思。那自信之本然就是真如，实际上它就是自信。啊，讲自信之本然是自信起作用。啊，自信起作用永远是清净的，绝不染污，在地狱也不染污。啊，所以他能够随类现身，无处不现身，无时不现身，只要有缘他就现身。啊，所以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。啊，应大乘经教里给我们说感应有四种，有显感显应，显感敏应，敏感显应，敏感敏应，决定有应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叫佛真应。啊，我们认真努力学佛，啊，学佛什么呢？学佛放下烦恼习气。啊，对我们自己就有感应，就有好处，可是自己并不知道。啊，佛菩萨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晓得。啊，身体的健康，哎，疾病说自然就好了，就没了。冥冥当中啊，佛菩萨在加持你。你修行如法了，如法他就有感应了。啊，在世上
我们把杀盗淫妄酒断掉，啊，要从心地里头就断掉，啊，这是五戒呀，啊，五戒，五戒是根本戒，啊，一定要吃得很干净，啊，干净的样子是什么？是贪嗔痴慢疑没有了，那就真干净了。还有贪嗔痴慢疑没干净啊，外表做的样子，里面还不行啊，外面是无恶，这五种坏事啊，里面贪嗔痴慢疑叫五毒啊，你毒还没有断掉啊，啊，恼怒、怨恨，那是脾气、情绪啊，还有这些情绪发作，这证明你没断。啊，怨恨恼怒烦没有了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不会发作这些了，你的心才叫真境界。到这个境界，佛加持你啊，加持你，你身上那些病毒啊全部都化解了，你恢复到真正的健康啊，啊，烦恼没有了，智慧显现了啊，转烦恼为菩提嘛，那智慧显现了啊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智慧能帮助你提升啊，智慧能化解灾难啊，个人的灾难病苦啊，还有外面所谓是自然灾害都能避免啊，家庭的灾难，我们居住这个地区的灾难，通通有关联啊，啊，这是中国古人常讲的富人居富地啊，富地富人居啊，啊，地的富从哪来，是人，人有富地就有福了啊，因为地有福啊，一般没福的人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也沾了福的光了啊，所以一个人有福啊，能这一片人附近都不会遭殃，这个功德就很大了有意无意当中，有心无心当中，你干了真的好事啊！你让这个地区少灾少难，让这个地区安稳和谐啊，这个都是自心的本然，如是念道之自然，这个自然是念道啊，念道之自然是指什么呢，就是指念佛，持名念佛，持名念佛了是念道之自然，这个说得非常妙啊，说得好啊，啊，一皆念实相，如弥陀要解曰：实相无二，亦无不二。是故具体作义、作真、作法、作报、作自、作他。啊，我把它一起念下去，
乃至能说所说，能度所度，能信所信，能愿所愿，能持所持，能生所生，能赞所赞，无非实相正应之所应也。这全都是念道之自然啊！你看这么多的这些功德，一个方法完成，就是真心去念阿弥陀佛。这个佛号功德不得了啊，不可思议啊。诸佛菩萨所证无量无边功德，就在一句佛号之中。这一句佛号是大圆满，啊，我们如果没有涉猎这大乘经典《无量寿经》，不知道啊，以为这一句阿弥陀佛谁不会念呢？太容易了。啊，实在是真不容易。啊，真会念的人不多。啊，学在口皮上的人不少啊。啊，口里有阿弥陀佛了，心里没有啊。意识里头没有啊，行动里头没有。啊，那么这就叫不会念。古大德有一句话说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啊，这是不会念的，他不知道这个佛号的功德。不认识佛号，也不认识极乐世界啊，所以虽念念也好，不是不好，跟阿弥陀佛结了个缘。古德说，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了一个金刚种子，这一生得不到受用啊，总得来生后世遇到净土的缘，哎，它就起作用。啊，它就能够再加深印象。啊，什么时候的真起作用呢？真的明白了。搞清楚了，那就起作用了。这一起作用就决定往生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成佛道。啊，不要等第二生，一生当中决定成佛。啊，证得究竟果位也，回归自性。啊，回归常寂光啊！啊，所以偶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，实相无二，业无不二。二与不二，通通放下了，这叫实相。啊，实相就是真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要知道一切法都是虚妄的，这实相你就见到了。
为什么呢？你的心在一切法里头不再有分别，不再有执着。不但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。这叫真正中道第一谛。这是取一个这么个名字，名字是假名，不要执着。执着假名就又上当了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世尊老师告诉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个法就是佛法，佛法也得放下，别放在心上，假的。放在心上就坏了，你永远见不到真相啊。但是佛法在没有觉悟的时候它管用，它引导我们觉悟，觉悟之后啊，就得把它放下。就不能再要了。再要的时候就又坏了，就好像生病，咱们要去吃药。病好了，药也不能吃了。病好了，天天吃药，这又吃出病出来了。这个常识我们有啊，病好了，药就没有了。你要是真正明白了，佛法就没有了。佛法给那些没有觉悟的人，他要。我们把佛法就送给他们了。你就这样就明了，诸佛菩萨应化的事情，给我们讲经说法，给我们表演，那都是把佛法送给我们，他们自己谁不要。所以这些地方啊，逐渐逐渐的我们都能够体会到了。所以这是举体作依作报，这个体是自性，是真如，是本性。中国老祖宗实在讲也了不起，但他说的太简单了。老祖宗告诉我们，本性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。没有加以详细解释。佛法讲得非常透彻。所以因果汤恩比博士说得很好，中国人的心量大了，能够包容异族文化，这就指的佛法。佛法从印度来的，中国人的包容，能接纳他，能欢喜他，能够认真学习。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的文化，这两个文化一接触的时候，两个都得利益了。你看我们老祖宗讲的人性本善，也懂得佛法的人就说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那个善是指什么？是赞叹的，就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把那个善解释为本性的这个五种德，这慧能大师说的，清净、不生不灭、本自具足、本无动摇、能生万法，对不起，善吗？善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把中国这个儒跟道都提升起来了。
啊，中国典籍是找不到这种解释，用佛法来解释的。啊，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，提升了中国本土文化，真叫是相得益彰啊！这你最难懂的就是实相无二亦无不二，无二是讲体，无不二是讲相，是讲作用。啊，体空寂，相跟作用还是空寂，所以你不能执着它。啊，你执着分别它了，你就错了。下面呢，举出具体的事实，你看具体做一做正。啊，体就是自信，自信呢变成依报，变成正报。正报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啊，这个正报一定要搞清楚，不是别人，正报是自己啊。依报呢是我们的环境啊，一切人是我人事的环境啊，那不是我们，我这是本这个字体，这个是正报嘛，其他是我的依报，诸佛如来都是我的依报啊，一切动物是我的依报，也就是十法界里面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啊，是我有情的依报啊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啊，包括虚空法界，是无情的依报，都是依报。依正这两个字搞清楚啊，不是说哦正报都是讲有情众生，说错了啊。像我们做梦，梦里的人一定有自己，自己是正报，除自己之外整个梦境都是依报啊，因为就醒过来之后依正都没有了，就晓得依正都是假的啊，但是能现依真的体，它永恒不变，它是真的，就具体作意作真啊，做法做报，法是法身，报是报身，做字做它啊，都是自性，都没有离开自性啊，自己是自性变的，他呢也是自性变的，变法界虚空界全是自性变的啊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什么关系，是一体，不是一家了，一家很疏远了，一体啊，好比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啊，这个外面境界是什么，是我们身体里面的，里面五脏六腑，外面的眼耳鼻舌啊，我们身体上每一个细胞的一体啊，变法界虚空界一真庄严跟自己是一体，这多亲密啊，佛说出来的啊。知道一体之后，你的爱心就生出来了，为什么爱自己啊？啊，所以这个爱心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，慈悲都是爱，无缘是没有条件啊，那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了？一体
我这个左手这不舒服，右手帮帮他扶去扶木去，这是自然现象。帮助你问他，你为什么？什么理由你要去帮助他？一提，现在人迷了，迷失了，不知道是一体，变成什么自相残杀。哦，这个事情很可怜的啊，自己伤害自己。啊，最明显的战争，自杀，战争是自杀。啊，其次的自然灾害，还是自杀。自然哪来的灾害呀？啊，自然灾害是不善念头所感的，还是自杀。啊，大乘经里面佛给我们说。水灾贪心所感的啊，火灾嗔恚所感的，或者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这都属于火啊。从哪来的？那是脾气太大了嘛，这么来的嘛。啊，愚痴感的就是风灾。啊，我们在上个月看到说，美国的龙卷风一个月当中有一两百次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啊，风灾是愚痴感的，地震是傲慢自大所感。最可怕的就是最后一个，疑、怀疑。哦，这个麻烦可大了。那个灾难超过前面四种。啊，那你看现在这个疑真是成问题啊。你去问问，访问访问，随便去访问哪个人，哎，你能够信得过你自己吗？不说别的。这自信都不有了啊！他自己不相信自己，对父母不相信啊，夫妻不相信，父子不相信，朋友不相信，他在这个世界没有可相信的人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！当然更不相信祖宗，更不相信传统文化。啊，那佛法那就更例外了，不能接受了。这个灾难是引发什么呢？引发我们身体免疫的能力全部没有了。啊，你没自信心了。那么换句话，身体，你这个身体，什么样的病菌细菌，你都会吸收。这个要命啊！你居住这个地方，大地呢松了。大地松了，大地松了就很容易沉下去。啊，山松掉的话就很容易倒下来。你说这个麻烦比前面四个还厉害啊。以前我们没发现疑，现在知道这个疑的不得了。啊，所以佛家把那个信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你学佛头一个就讲信心啊，净土三个基本的条件，第一个有信啊，信愿信，这净土三资粮啊，往生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啊。那信，藕益大师讲得好啊，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告诉我们，第一个什么？相信自己。相信自己是什么？相信自己是佛，你才能成得了佛。你不相信你自己是佛，阿弥陀佛怎么帮都帮不上。啊，我们中国儒家过去教学，对小学生头一个告诉他，
圣人呐、啊，人人皆可做圣人呐、啊！啊，你也相信自己可以成圣人，圣贤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。你要不相信自己是圣贤，你怎么能成得了圣贤？不相信自己是佛菩萨，你怎么能成得了佛菩萨？你看，从前教育，把教育最高的一个目标，第一天就传给你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上第一句话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那就是圣贤呐。啊，一生的教育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。啊，要从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性本身。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啊。那佛法呢，现在是凡夫，从凡夫要回归到佛陀，你本来是佛陀。啊，佛教的教学就有圆满了。啊，为什么能圆满？因为你本来是的。这个是法而如是，这叫自然了。啊，回归自然了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你决定能做得到啊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啊，所以你没有信心，怎么信？啊，欧耶大师告诉我，他在《弥陀经》上讲信，讲六个信。头一个，相信自己，自己是佛，自己迷了，这都相信我自己现在迷了，变成凡夫了。我现在好好的修学，破迷开悟，我决定能成佛。啊，成什么样的佛？成阿弥陀佛，我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。阿弥陀佛，佛中之尊，光中啊，光中之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学阿弥陀经，学无量寿经，那就将来成就就是阿弥陀佛。头一个相信自己，第二个才相信他。啊，他是谁呢？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。我们相信他，他能帮助我成佛，帮助我回归自信。佛菩萨摆在第二了，头个相信自己啊！啊，我早年在美国，在达拉斯，啊，也是讲净土，啊，附近。有个基督教的神父啊，带着两三个人来访问我，跟我说我们在信念上基本都相同啊。我说哪里相同啊？哎，信心啊。我说不一样。哎，啊，怎么我们是信主啊，你是信佛啊？不一样。但是怎么不一样？我说我们信佛是摆在第二位，自信摆在第一位，你们头一个就信主，没有自己，不能相信自己，这不行啊！啊，我们是头一个信自信啊，第二个才信佛，他才了解。啊，这跟宗教就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信自信他，信理。信事、信因、信果。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六个信啊。啊，这六个信你都能修圆满了。你的愿行就真实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念佛念了多少年，问你往生有没有把握，我摇头没把握。
老和尚七八十岁了，念了一生的佛，问他往生有没有把握，老和尚很好，讲老实话，没有把握。什么原因？啊，前几年深圳黄忠昌居士30才出头，闭关就是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他希望在3年当中能够看到效果，如愿以偿啊！2年10个月，欲知时至，往生了，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本来是世事的，听我讲解，啊，讲到念佛往生，净土圣贤录。往生传里头几乎一半都是3年往生啊，所以很多人怀疑啊，曾经有法师拿这个来问过我，是不是他们3年寿命都到了。我想这个不合逻辑，哪有那么多人就真三年寿命就到了。我说这个话讲不通，应该是什么呢？他念佛的功夫成就了，他还有寿命他不要了。就像宋朝的迎客法师啊，他念佛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寿命还有10年，好好修行，10年之后你命终时我来接引你啊。迎客说不要了，我10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走。啊，阿弥陀佛就答应了，就说好，3天之后我来接你。他3天之后真走了，没有生病。啊，阿弥陀佛为什么叫3天不当时带他走呢？一定有用意，什么用意？叫他做榜样给大家看了，让大家看了生信心啊。那如果当时带走了，说哎呀他怎么说，你看我都这些好好的人怎么就死在房间里头。那他这一出来的时候告诉大家，嘿，阿弥陀佛答应了，我3天之后往生。啊，整个寺庙都知道，都轰动了。好啊，因为这个人这个法师是破戒的法师，不守清规。啊，都干些不好的事情。啊，你这么一个破戒的这个人，才念佛念了几天呢？念了3天。念3天3夜。啊，3天3夜没睡觉没吃饭。啊，拼命念。为什么？他自己晓得，他干的这些坏事肯定堕阿鼻地狱。怕了，怕堕阿鼻地狱啊。就拼命念佛求阿弥陀佛，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因为他那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啊，阿弥陀佛答应了3天的，告诉大家，把大家看好，看的是真的是假的。3天好在不太长，到第3天，他要求大家念佛送他往生。啊，就在大殿上，啊，念了1刻多钟。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，别人看不见，他说我走了，这就站着走了，真走了啊。这个故事记载净土圣贤录啊，这是破戒的恶人啊，念佛3天往生啊，只要你真正忏悔，后不再做，真心的，我不再干坏事了。啊，当时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寿命还有10年，好好修行。他跟阿弥陀佛说，我的习气很重，
十年我又不知道干多少坏事。他说我自己把持不住啊，我现在就走啊。啊，阿弥陀佛同意他了。啊，就把他带走了。这都不是假话。啊，所以我们念佛要真干，这是真事，这是大事，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小事，不值得放在心上。啊，怎么念佛呢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中峰禅师说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啊，除了自己工作，工作时间并不很多。啊，工作完了之后，佛号马上就提起来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什么样拉杂事情全放下。啊，要求我每天念佛的时间要超过妄想的时间，不念佛就打妄想。啊，一天24个小时。想想看，你念了几声佛号，你有几多的妄想？妄想超过佛号，你往生没有把握；佛号超过妄想，你往生有把握。啊，那么在初学的时候有困难，有困难。可以用方便法，啊，读经、听经，啊，读诵听经啊，都是念佛，这一佛嘛。我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要熟悉，要清楚，要认识阿弥陀佛，那这部经最好不过，啊，不断重复听，讲刘素云居士。圣年就听这一部经，啊，就念一句佛号，啊，他心里的阿弥陀佛多，我们估计应该到80%，那杂念的时候20%，啊，他这个功夫就非常明显。你问他往生有没有把握？有把握，他随时都可以去。啊，阿弥陀佛现在没接他，那什么呢？他自己晓得，给大家表法吧。啊，这也是一点功德事情啊。啊，也乐于接受，为大家做好样子。十年成功了，那我们多少个十年浪费了，可惜了，没真干。啊，出家十年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可以成为一代祖师。啊，我在日本是前几次，啊，去访问比丘山。啊，在日本非常有名，日本称这个山为佛教的母亲。啊，日本13个宗派的祖师都是在这个山上修行。啊，所以我到山上去访问，向方丈老和尚请教。啊，过去这些祖师大德，他们在山上修行。多少年才下山？我说最少的17年，多的呢30-40年。不下山呢，他心是定的，定能开慧呀。所以我们这十年是少数。时间最少的，不是很长啊。
啊，十年的耐心都没有，怎么会成就呢？不可能嘛！啊，一定要定在一处。啊，我从学佛，我就心里想着，对于古代祖师大德非常羡慕。啊，他们都在一个地方，一生不下山。你看，我们初祖圆公大师，啊，当年在庐山，盖一个道场，东林念佛堂。啊，志同道合的同修123个人，啊，在山上，那个时候就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因为《弥陀经》跟《观无量寿经》还没有翻译出来，啊，他们看到的就是一本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那我猜想的时候是非常可能是安世高的一本。这个本子失传了，啊，藏经目录里都有。安世高翻得好，没有人不喜欢。啊，它是意义的，就像鸠摩罗什大师一样。啊，所以中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。就一部这一部经啊，一句佛号。123个人个个成就啊，先往生的人，戒严后往生的，啊，阿弥陀佛来戒严，他们都跟在阿弥陀佛身边。啊，你看到莲社的同学，啊，都在阿弥陀佛身边，这不是假的。慧远大师在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他没有跟人说过。啊，到他往生那一天才说出来，跟大家说，极乐世界现前了，他看到了，他往生了。他这个见解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。人家问他，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？跟《无量寿经》讲的一模一样，我们这一生呢，太幸运了，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呢？啊，怎么会遇到这一部经典呢？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猜想，我们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的缘一定非常深厚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佛来加持我们，汇集经本，汇集注解。都不是凡人，啊！我曾经听到这个信息，啊，不敢讲。那现在他们已经走了，可以讲了。啊，夏莲老、普贤菩萨再来的，黄念祖、观世音菩萨再来的。啊，走了可以说了，再不能讲了。不是凡人呐，他是来救苦救难的。啊，这一部书，确确实实像梅光锡居士序文里面所说的，肯定是他普度末法9000年一切众生。
啊，释迦牟尼佛末法9000年了，啊，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，啊，中国历史所记载的，释迦牟尼佛出生那一年，周昭王24年，甲寅，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在周穆王53年，世寿79岁。那我们中国人讲虚岁80岁。啊，照这个年代算到今天，今年呢是3038年。啊，这中国人记载，老一代的老法师通通用这个纪念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距离我们3000年了。啊，3000年前所讲的这些极其微妙的这些原理原则，被今天量子学家发现，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佛经里头，方东梅先生教我的时候，高等哲学。现在我们通过这么多年学习，听到外国这个科学家的报告，我们肯定它是全世界高等科学。啊，这么好的东西我们遇到了，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得多。啊，所以能说所说是自性，能度所度也没离开自性，啊，乃至于能信所信，能愿所愿，能发愿的是我们自己。啊，我们所求的这个愿望是极乐世界，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是已经把烦恼习气断掉的人。啊，我们需要他的经验方法，啊，来帮助我们断烦恼，证菩提，回归自信。啊，这是他非常乐意做的一桩事情。啊，能生所生，啊，所生的是极乐世界，能生的是我们这些人。能赞所赞，能赞是诸佛菩萨，所赞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无非是相正因之所因。啊，这个因是因证的，实相的因证的。是故会所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。啊，念道之自然，道是什么？道是无为无作。完全是自信的，回归到自信呢，就是道之自然。佛以他力法门，这个他力法门是我们依靠阿弥陀佛，我们依靠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学习的环境，阿弥陀佛是指导的老师。啊，这是我们一生的得度的唯一的依靠。一超直入为自然，这是说这个法门的殊胜。
并之为道中之正直，与要解所说呢词义而志同，话是不一样，宗旨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。我们以信愿持名，要真心，要有恳切的大愿，啊，佛不离心，心不离佛，名不离口，口不离名，真修真干啊，他离大道啊，即得往生极乐。啊，我们有真心，有切愿，真心念佛，现前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啊，加持有名家，有现家。名家我们自己没发现，现家发现。啊，像盈科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那是明显。啊，名家是最平常的啊，我们讲呢暗中保佑你啊，暗中加持你，你样样都顺利啊，没想到的事情都会圆满，这是暗中加持的啊，只要你心细，你都能觉察出来啊，佛在保佑我们，在加持我们。持名即是念实相，一朝直如妙庄严录，如是之道法而自然。这个总结写得好啊，总结是黄念老的啊，持名就是念实相，持名就是念自信。那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本来就是自己，这句话是梵语，可以翻成中文的。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无量觉啊，无所不觉啊，我们本性就是无量觉啊，所以他是念本性啊，不是念别人的 啊， 啊，无量觉，念无量觉，回归无量觉。你不念无量觉，你就会有乱想啊，有一些邪知邪见，那你就回不了无量觉啊。只有用无量觉来帮助我们回归无量觉，这方法妙绝了，一般人想不到啊！啊，阿弥陀佛想到了啊，就用一句名号：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啊，这多难得！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。我的小标题是行道合证啊，这是第一个小段，观行无懈啊，我们念经文，处入供养，观经行道，习落酒席，才蒙智慧，心不终回，亦不现实。这是第一段，外若迟缓，内度世纪，融融虚空，实得其中，钟表相应，自然严整
啊，这是第二个小段。节念断止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志愿安定，无增缺减，求道合正，不误情邪，随经约令，不敢错贴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啊，这是第三个小段啊，后面两句况无他念，无有忧事。这一段经文念老住的也不少啊，我们看念老注解。又问贤极乐会众啊，就是极乐世界往生去的这些大众，这与我们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念佛往生去了，也就参加这个大会了啊，他们的殊胜功德。首先第一句出入供养啊，这一句汉无两矣，原文中呢尚有具香啊，居相随飞行，翻倍出入供养无极啊，他还有这么几个字啊。下老汇集就把它汇集成四个字，出入供养啊，出啊，我们看底下有解释，该指极乐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等，其飞行十方，普行供养，是修复也。出是供养十方如来啊，这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啊，你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对待这些学生，帮助这些学生早一天成就，让他广学多闻啊，遍法界虚空一切诸佛如来，他们都可以随意去拜访啊，你去拜佛当然要供养啊，回来是对自己的老师供养，叫出入啊啊，供养是修福，文经是修慧啊，每一尊佛都讲经教学，供养完了之后肯定听经啊，啊，无量无边的祝福，怎么去的呢？给诸位说，分身去的啊，到极乐世界有这个能力啊，有多少佛就分多少身，同时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他在啊，而自己的本身呢在阿弥陀佛大讲堂没动，这个了不起啊，这种修学到哪里去找去啊，同时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经说法你通通都听到了，只有到极乐世界有这个机会，其他地方没这个机会啊。
这个我们要珍惜啊，这是个缘分啊。我们现在讲机会，这机会不能错过啊。一个人一生当中能够亲近一尊佛不得了了，乃至于亲近一个菩萨，一位阿罗汉，哦哟，这福报都很大了。在设佛，在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亲近设方一切诸佛，你说他修多大的福报啊！听一切诸佛讲经说法，就是那是修多大的智慧。所以要修大福报大智慧，只有到极乐世界，这能不去吗？那出极乐世界没地方，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？啊，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知道啊。观经行道，这是修慧。彼土深重，于此复会二种庄严，习戒习乐二愿九系。在极乐世界居住的世界啊，我们以华严经里面那个说法，决定是不会少过三个阿僧祇劫。因为三个阿僧祇劫是十报庄严土，我们去不是十报土，我们去是凡圣同居土，当中还隔了一个方便有余土啊，但是不怕，那个地方是无量寿，而且那个地方没有变化啊。我们去的时候是化身啊，不是太身，化身啊，化身的那个相它是变化的。你到极乐世界，你在莲花里面现的那个身跟阿弥陀身一样，这是四十八愿讲的啊。因为我们在学前面经文学过，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，就是因为设方世界人的身相不一样，相好的人就感到骄傲，相不好的人就有自卑感啊，心不平。所以阿弥陀佛就想出这个方法，到极乐世界大家相貌完全一样，那就没话说了啊。所以你傲慢心生不起来，自卑感也生不起来，大家是平等。啊，相貌完全相同，体质相同啊，皆是知自摸真金色身啊，而且相观经上讲的清楚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。观经里面讲出数字，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这样是观经上讲的啊，这样的身相啊，啊，确实相好光明无等伦了，赞佛集上所说的啊，不没有能跟他相等的啊。所以极乐世界人个个都像阿弥陀佛一样，那到底哪个是阿弥陀佛呢？那不搞不认识了。我们这个世间双胞胎是相貌完全相同，都分不出来。啊，到极乐世界相貌全相同。啊，不怕。每一个人都有智慧，都有神通。
啊，不但能认出来，啊，佛跟菩萨哪一方来的人呢？你完全清楚，你还能看到每一个菩萨，他过去世中生生世世都看到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弥陀有三明六通，到极乐世界去，每一个人都具足三明六通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福报加持给我们的。啊，福报、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通通加持你。啊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到那个地方也是阿惟越致的待遇。啊，阿惟越致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了。啊，化身菩萨的待遇啊。啊，跟阿弥陀佛无论是物质的享受、精神的享受完全平等。啊，现在中国羡慕共产主义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第一个共产的。啊，所以搞共产要到极乐世界去啊。啊，极乐世界是真共产的 啊其他做不到啊。你看你相貌都一样，都没有差别。啊，体质一样，生活完全相同。啊，绝对没有贫富差别。啊，真共产。啊，只有阿弥陀佛能建立共产的社会，极乐世界是共产社会。啊，所有一切资源都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成就，他把这个功德成就完全给大家分享，不是自己独享。啊，我们都认识阿弥陀佛的人呢，认识这个人呢，啊，这么样一个人，我们不能怎么能不亲近他呢？啊，修福修慧都是圆满。都是究竟的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的深处佛会两种庄严啊，皆是喜乐法喜充满了，所以叫极乐世界。这个极乐名从哪来的？是从人快乐来的，那个地方人没有一个不快乐。啊，而且愿意说久习，长时间的学习。啊，阿弥陀佛教导，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教。啊，你有神通，你有这个能力，啊，到十方刹土去见佛。需要多长时间？心里一想，人就到了。啊，不需要这样，我们这讲开车多少分钟，多少几个小时，没有啊。念头一动啊，已经到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说明是没有距离。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。过去诸佛你能看见，未来诸佛也能看见。啊，他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嘛。所以到那个地方，确确实实满你的大愿，
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你通通见到了，通通亲近到了，他们讲经说法你通通听到了，哎，而且你喜欢每天都去，啊，想去就去了，啊，随时想去就去了，诸佛如来说法没有中断的，阿弥陀佛说法也没中断的，啊，真的就像我无线电台广播24小时不中断，随时打开频道你就能收看，比我们这方便，我们这还得打开频道，它不需要，这样美好的世界，美好修学环境啊，我们真清楚真明白了，巴不得现在就去啊，我天天都想去，想了好多年了，他不来接引我啊，这大概就是刘素云说的话了啊，可能我在这里还有点任务交给我，这是表法了，那如果不是这个事情的话，早应该来接引了啊，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了吗？啊，没有留恋就能够得到接引啊，有留念那就等你受命啊，受命终的时候就去啊，如果寿命不要了随时可以啊，要这个寿命干什么？在这受罪呀，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啊，何苦来呢？下老来我们晓得就是为会这部经，华念老来就是为做这个注解，不为别的，这工作完了他就走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表什么呢？我们来表学习的啊，来分享来学习的，我们表这个啊，那么现在这部经，我们现在环境在我一生当中是最好的环境啊，每天我们有4个小时分享啊，4个小时之外我还有4个小时学习啊，其乐无穷啊，啊，在一起分享的人多，不在面前，在网络上，在卫星电视上，啊，在一些光碟上，有成就的人真不少啊！啊，我们听到非常欢喜，啊，所以就习一定要有，就是常时熏修，啊，这个里头有乐。越学越快乐啊，法喜充满，不是越学越烦啊，越学越累那就错了，那你没有经验，欺辱欺辱之后其乐无穷啊，这复慧双修，喜乐就喜啊，下面讲才猛，现在时间到了啊，在底下我们留着明天再学习。